你说，哎，还是不用啊。那一直升过来，就我不你要现在是过要怎样做？先做一个不回的吗？来。因为我已经做出来，但是快！就是我换配，就是想说它已经很高等了，可以换掉原本的火木了。然后换一换，它的挖掘速度变超慢。哦，为什么、啊？你干了什么事？我不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、啊。我看一下我的。我当然会露出那个表情啊！这个东西很贵耶，刚才说错配方。你怎么看你挖掘速度的、啊？哎，是不是？不特，攻击速度吗？超贵的哎。我、那个、挖掘速度12哎，我看到了啊，你是多少？我才1.95啊！我就是我怎么？你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God！ 你怎么了？我有换一个史莱姆斯大版啊，但会这么夸张吗？强化菇效果直接不见了。做这个好，有人可以解答吗？再重做一把喽。我来去看看。别啊，很好做啊，活木那么好弄。啊，可是他已经。等级已经上去了啊！哪里什么东西？你看这一把，1.95要挖多久？这一秒一下。黑黑的是什么？这个叫修格是软泥啊，很头痛的东西。史莱姆大板，是因为你强化的关系吗？强化菇会变最快的啊，但是那个强化菇的效果没了啊。是被什么东西盖到啦、啊？所以我小时候要不要还原一下？我看一下。本心可以不要隐形吗？干嘛？你是看到扇子在飞很奇怪是不是？有一点。嗨，音乐。嗨。要不要扇风？扇风来啊！扇。扇腻了。慢凉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个天气。三点风八，三风，阴阳师也是96三风，好爽哦！隐形意识都不用耗内力了。车子，我改回去看看。哎呦，哦，你这个速度还是2.04啊！你这个蓝莓虫是我之后要盖的哎、欸。我觉得是那个菇强化的问题哎、欸，菇强化没了啊。不是强化菇吧？是应该把菇的头换掉。对啊，你应该是对啊，头换掉就好了、欸。你知道强化菇只是让那它有那个呢，可以挖菇的能力还是什么，不是吗？就是到挖菇的等级而已啊。我记得是这样吧？我也记得是这样哎、欸。它只是强化它是吃它的能力，不是吃它的什么哎、欸、啊？我不知道。没有啊，可是你看这把，你看这把强化菇，你看这一把是那个哎、欸，你看死。全部用史莱姆的、啊，头是史莱姆，史莱姆只能挖到石头哎、欸，啊，你看强化菇，它挖掘速度是20哎、欸，啊，你这只有极速力低能哦，没有这啊，好，这只原本我懂啊，算，重做一把、啊、你哦，再做一把啦，烦死了，你看大家在这边为了你，哎、欸。那我要去把我的稿子复史莱姆，复齐了，这样我就有那个了。还可以吧？复史莱姆，然后把史莱姆吹走，然后给他用杀的。他的头是史莱姆，不是？繁星现在时间是多少？哼。因为我会告诉你吗？休想！你家没有时钟吗？不要过来了，你们很烦呢、欸。烦？那我挖你们有没有烈焰杆啊？我有。我要去偷一点。你要种吗？可以种啊。要不要种啊？因为烈焰生的生怪砖也是被打掉的。哎、欸，没有打掉啊。我要种。在这里。我又找到一个啦，在这里，在哪？在这里，我、哦、看到我，看到你啊！哦，我隐形哦，拍谁？我看到扇子啊！我拿18根走。好啊，你去动。
不要打我啊！这个会一直动。十字镐跟锤不同，十字镐是直接吃镐头术，锤子吃三个部件都有吃，所以有算进去。懂了吗？好，好，你可以不要再那么激动听人讲话了吗？我有听了。重做一把很快，你现在都不灭都可以这样子了，不回啦，一直讲不灭，可恶。好，我要来做电风扇。直接看强化菇的效果，它最主要是因为它强化之后，它的速度就变得很慢啊。嗯，啊，它就卡到硬啊。哎呀，四级的碎片，风扇。哎，对啊，你再问开到几点的话，我们等下就关台了。2、3、4，没有啦，我们顶多9点关台。最快会9点关台，如果9点之后一有人问，就马上关台。哎，我问你们哦，这个好还是这个好？这个风扇好还是这个风扇好？你在问哪个风扇好？哪个风扇？因为有一个是可以推动6个，另外一个是推动好像8个而已。左边右边？福音战士，福音战士是新的卡通是不是？哪一个？福音战士，福音战士，啊，什么福音战士？有人在说他在看福音战士，福音战士是新卡通吗？还是什么？福音战士很久了，很久了呢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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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过？有印象了吗？他说他没听过。你怎么没听过？你要流失粉丝了哦。哎，我的书怎么？你的树叶怎么？我的村民家屋顶的树叶怎么突然缺洞了？破洞了！呀，破洞了！没啊，他有写效果，只是强化等级没有提升到速度吧？可是杰克，你不是说你原本的速度是很快吗？然后升下去之后变慢？因为我刚刚，因为我原本这把锤子去敲地狱石，然后速度是哒哒哒哒哒就很快那种，但是我刚刚换一换放进去是哒。哒哒，也太可爱了！我等，哒，很有画面，不错啊！哒哒哒哒哒，这种解释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形容的很好，给你满分。超棒的形容。我要让我们早点休息，叫我故意来问。哎呀，你这样会被聊天室的干死啊你！你这样子还不被聊天室的骂死？对啊，你这样会被讨厌哦。还是你本来就喜欢这一种的？你就是那种学生时代喜欢捉弄女生的男生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直喜欢捉弄自己喜欢的女生，然后让女生最后就非常讨厌你。对。然后去炫耀说我曾经喜欢一个女生，但她不接受我之类的。为什么哈基好像很有感觉？哈基没有，哈基是用蜡烛牌爱心而已啦。我讲过这件事哦。有啊，哎，你已经讲了3次了吧？我不是我没印象啊。哎，他在那时候秋风不一定有用过一次，然后我们私下的时候又讲了2次。这些都知道了，很浪漫啊，可以啦，这都知道。可是女生不吃这一套啊。对啊，他喜欢的女生不吃这一套。通常我们喜欢的女生都不吃我们觉得好的那一套。嗯，该说男生的以为浪漫的东西，女生不一定觉得浪漫。哦，对啊，女生觉得浪漫的东西，男生不知道那是浪漫。是那种提醒老师，哎，老师寒假作业哦之类的。然后其他就你讲什么？攻杀小打 building 更有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嗯，啊，做风扇啊，哎，对，刚刚有讲吗？风扇是哪一个好？左边好还是右边好？刚刚聊个福音战士，全部都跑掉了。右边哦，好，都右边。原来我说过你。是不是就是那种，欸，我跟你讲个秘密，你不能到处讲那一种？然后最后就是，欸，我有讲过，我讲过吗？对，我讲过。
这个比较强是不是、啊、卡住了。好，做这个。好，感谢。为什么、啊、可是这个不是推动16格吗？还是他就是慢慢吹和美感的那一种？慢慢吹。这样 OK。 接下来是这个，我最近来玩下雨的，下雨的做一个挖矿机，想说应该很好用、嗯、就挖矿机它不是 它不能用那个自己的稿子，它是它帮你挖，然后每次就是遇到那种钻石的就只有一颗两颗这样子。哇，不能用自己稿子，用幸运太烂了，太烂了。他只能用他的东西挖，他 PD 用的吧？他没有幸运，所以就觉得哦浪费。好、哦，现在打窟窿，现在打窟窿，现在欺负窟窿。哇，这个附魔能够叠吗？我来试试看好了。右边便宜，哦，是右边便宜吗？可是左边材料我们够啦。这个。这样，帮学生刚考完学测医生，哦，帮学生 QQ 哦，这只能叠一种就对了，哦，一种附魔就只能叠一个，这样子的话，哇，哎，扇子，干嘛啦？扇子，问一下你的锤子怎么组？我想看一下。我的锤子，我没组锤子啊。你是说不会的锤子吗？对，我还没练啊，可是之后要练啦、啊。哦，好吧。反正就一样啊，只是我之后会改那个那个骑士史莱姆的头，然后大阪是菇，还有一个是啥？之后再跟你讲。好。那反正你们有试试看，就是干，我是扇子，干嘛？哦，扇子，那个扇子你有用过，就是用玩家模拟器，然后放在圣怪砖旁边吗？然后用武器砍。唉，我现在正要用，你可以不要那么急。哦，好，你怎么比观众还急嘞？我心急了，一定是可以的啊！啊，只是我现在要去弄圣怪砖。对对，我被吓到了。怎么了？我刚刚站在电梯上面，然后我在喝东西嘛，不是按着 shift 的，它可以快速叠上去吗？哎、欸，然后我按了一下 shift 的，它就在电梯往下窜了。我怎么这样？我就呼。不能在电梯上面喝东西，会突然被传走。电梯里面不能喝东西哦。是不是Tinker有远程武器？那这个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远程武器如果用那个传送回家，那个有用吗？传送回家，你说我打死怪掉的东西吗？没试过。救命啊！怎么了？我在玩电风扇，对不起。你被电风扇吹走了吗？好好玩哦！啊，我要去你家用那个啦，终极精华、啊。终极精华，哦，来啊！对。可是要从最初，你要做装备吗？对啊，从最初弄到最高，对不对？做装备的话，精华可能不太够、哦。如果你要做一整套的话，对啊，没有，我要十九个锭吧。十九个锭，对啊，十九个锭的话、哦哦，你要先从最初阶的一直往上升啊。哦、没关系，我先慢慢做上去。我怕会不够啦。没关系啊，我先做一套、啊，先做一件啊，一个地方。一两件的话还可以。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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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一套的话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够。可爱的扇子来了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扇子太远，气，说像这样子、嗯，等一下，等我喝个东西，
合东西。我合个东西。我合个东西。不要吹，不要吹，不要吹！听说你很热。好了，我合好了，我合好了。你飞过来，你飞过来哦哟。哦，可以啊。哎呦，有用创造啦！哎、欸，在空中阻力比较低耶、欸哦，被吹比较快、欸。说你顺着风飞吗？没有啊，我站在地上是慢慢的往后退，慢慢的往后退，嗯、然后在飞在半空中是退比较快。哦，哦，它还是有阻力的差别。为什么你的这个变成紫色的啊？哦，你是把它隐藏掉是不是？什么东西隐藏掉？因为我看你这个卷曲范围吧，还是什么范围变得比较？我没有动它，还是有啊，还是一样啊。变那么紫啊？哎、欸，这工具配装还是干嘛的？啊、这个是强化我这个终极装备的用的那个配装台，你可以带走一个，我多做了一个。没关系，来你这边做就好了。啊，都一样都可以用是不是？两个都一样，我刚刚嗯对嘿嗯嘿，不小心多做了一个。干什么？头盔，终极顶。感谢金钱的牛排一定。你都在尬牛排，所以要先从最初的下级精华开始弄啊。对，下级一直往上叠，然后注魔水晶我已经放在里面了，你可以直接在里面喝，会比较快。啊，现在这边有，直接拿你家的。好烦，好烦。哎呦，哎，那你的终极精华嘞？终极精华？不，你的活化水晶嘞？在里面啦、啊，在电脑里面啦、啊。哦啊，电脑里面，要怎么弄啊？我突然忘记怎么使用这个铁精华。嗯，就一层一层合上去啊。好啊，合太多了。谢小心的苦力怕，不要装苦力怕了，你够烦了，讨厌死。不用怕，来点嘛。要几个啊？什么东西要几个？苦力炮吗？对，终极精华。你说装钉？装钉吗？20颗，要20个，所以做20个基础精华钉。对。小柯加入游戏。嗯。不能啊，铁钉就不能放回去了。铁钉，因为里面没有多的空间让你放啊。哦。我里面的空间是固定的啊。下界紫金。它就，嗯。然后再来是，哦，这样好麻烦哦！突然觉得好麻烦哦。什么东西好麻烦？如果多做的话，多做的话，你就是要放刚好的材料啊。那下界精华要几个？你帮我搭好不好？下级精华，你就这样子放就好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你直接精华这样子做。对啊，對啊，上面有精华就直接拿下来用啊。我没看到精华，我以为是。哦，这是啊？这都在上面啦、啊，这不是要合的吗？小鱼，你不是要做定吗？对啊，是要定啊。感谢灰须定。对啊，你定就是直接中间，然后你按 Shift， 然后点一下定那个合出来的东西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用2点子。好，我回来了。嗯，你就直接束缚的吧，直接全部做出来啊！我里面有材料，他就直接拿。不是，你这个下级精华不用再……哦，没事，我以为你这个还要……我里面已经有材料了、啊，你可以不是直接用啊！我以为这初级精华是要再排3个，然后才会给你真的初级精华这样子。就跟铁精华、铜精华那种一样，要先把它做出配方。哦、你这个这样排啊，这样才会有那个啊，初级精华、哦。对啊，我里面都有东西啊，所以我这样做是我会方便很多啊。好，再来是哪一个颜色？蓝色、紫色，不是橘色，橘色。
你就直接拿一个，然后叠周围，嗯，然后直接按 shift 全部，它就会把全部做出来。哦，嗯，然后可以做到蓝色，红色的话就没办法全做，因为要把红色的稍微一圈，一整圈哦，嗯，红色的要回一整圈，所以红色的材料不够，只有30多个而已。嗯，好，我预定了。看一下，还有一个效果我要用什么抗性吗？我抗性应该是什么？因为这装备啊，它每一件可以加一个特殊的效果。你可以放上去我头盔加了夜视。哦，你就放上来啊，可以啊。嗯，你放这边啊，我看。啊，这里可以放吗？可以。你看，哦，它有个附魔槽，像我头盔是夜视嘛，然后胸甲还没有用，裤子是加速度，然后鞋子是加抗火，然后胸甲我不知道用什么比较好。哈哈哈哈哈！对啊，我换装备了，因为这一套装备比写魔法的好太多了。对啊，明天要上学了，赶快准备上学哦！寒假作业有没有写啊？还没，现在才写，来不及咯，赶快哟！啊，温室玻璃是干嘛的？我今天有看到啊，哪个温室玻璃？你家有个温室玻璃啊？加快生长啊？作物生长吗？哎呀，啊，所以你现在不放是因为够了。嗯，我是觉得已经长很快啦、啊。好吧，也是，它下面太恐怖了。它下面那个加速生长的东西就很多啊。看一下，荧光石是很缺吗？还是你们比较缺炼钢啊？应该缺的是一，一没办法，这个我没办法。为什么那边少一个作物啊？身为大学生，还有个礼拜真开心。哎呀，怎么可以那么快嘞、哎？等到你毕业之后，你就知道你是没有所谓的寒假了。对啊，你如果讨厌上班你讨厌上课，你一定出社会会讨厌上班。嗯，啊，不一定啊，反正。不一定啊，搞不好那个上班会遇到漂亮的妹妹之类的哦，漂亮同事哇、哦，然后你去跟他问的时候，他说他已经有男朋友要结婚了。好，那个还好啦，除非他讲说他已经有小孩子，那就更尴尬。还是他一开话，他的声音是啊，你说什么？有点可怕。好了，回去搞神怪塔。好。我决定用抗性。谁会自杀？哦，那再来，因为我的强化槽已经还有十个，那我还是负速度吗？什么东西负速度？欸，因为那天问他们啊，我原本那一套装备是要负速度的。他之后因为已经有不回了，还有那个什么修复台线、钻石跟绿宝石，就浪费了，就重做一套。嗯、这样子嘞，哦，欸，真的是超快的哎、欸！谁把我的铁处女关门啦？有人在里面吗？没有啊。嘿。加抗性应该比较好吧？你说我吗？我说我这一套装备，剩下最后一个插槽，保护吗？我觉得走路好慢哦。有抗凋零、抗毒、抗性，还有吸收，有这几个可以选择。杰克，哎，杰克，嗨，你有跑到我的铁处女里面玩吗？昨天而已啊，昨天，所以刚刚没有，刚刚没有，嗯，那是谁给我偷偷进去又
在外面给我把那个拉杆拉下去，就它自动关门了。我好像现在里面没有拉杆可以开了，所以只能把门敲掉啊！感谢超级不感谢小气点，感谢雅思的附带。现在处于上班又要上课，两个都很讨厌，真的。那种半工半读的，觉得他们好厉害啊！我还没半工半读过，这还没做出来啦。只是我在想一下，到底要用哪一个？这个吸收伤害是八分钟，每八分钟才给十颗星，好像没有比抗性好哦。抗性直接减20%的伤害哦。那个遗失旋律，我就是要问你，那个视频我知道，可是。要做什么让他回复耐久啊？我那天一直找不到那一则留言，因为我知道啊，视频可以加，可是就没有那个嘛，因为他会耗耐久。终极精华剑可以用这个附魔吧？可以，也可以用这个附魔，它有一个增加伤害的这个力量。力量2吧，我们到时候用力量2加进去。繁星可以试试看强化道具，黑曜石围一圈，中间放模板。你知道这个我昨天就做了吗？已经发扬光大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已经在这个伺服器发扬光大了。我们刚才一直在讲那个不毁，就是这个东西用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样子变态哦，我有点难过哦。哦，没有认真看台。哦，那我也开台啦。哎，你还没开台啊？我还没开啊。我就说我8点开啊。哎呀，好像是杰克在那边问的时候，有看到他点了右键一下。你有把我的门关起来吗？没有吧，我是没有啊。观众说你好像点右键一下。观众眼睛是雪亮的哦。我记得没有。小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我不会说谎。整颗都红的吗？这样也蛮可怕的啦。我们会去搜寻铁处女啊。他就是为了让人民更活得更安逸更好，然后就进去搜寻。用高级工具才可不可以叠加这个吗？好，我们去下面。昨天不在，没办法。好啦，没关系啊，反正。反正我早上的影片也有说，看影片啊，各位，影片也没看。高级的配装还是做什么的？又一个说好像是杰克、欸，杰克你在看吗？杰克啊，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有线人说、啊，先做这个好了。你了呢？做这个。啊啊啊啊啊啊啊！低的顶也可以做种子，我看到了。啊，那就可以拿来啦。耶耶！普天同庆，阿基好帅。耶、yeah, yeah, ！好帅哦，阿基好帅！你好帅，可是差我一点。你好帅、啊，差哪里？差哪里？差哪里一点？什么？哪里一点啊？差哪一点？我的羽毛都又没了。感谢你。我来看一下。哦，原来就是。连黑曜石也可以弄。黑曜石里面有啊，繁星空装去铁处女那，我干嘛空装？你神经病哦！我空装就死在里面了、欸，被戳两下就死了。对啊，我那时候会先付绿宝石，是因为绿宝石的是先那个便宜素材里面加最多的防御的，不然我那时候一进去发现我的血量根本来不及回，痛死了。嗯哼。嘟噜噜噜，嘟嘟嘟。丢丢丢！哇，没有了，没有东西了，还是可以去消一下。感觉啊，我操！对呀，等一下。这个没有木头。哦，对啊，这边是要放生怪砖的。
过，就是先试试看啊，如果这样方法真的可以的话，再来弄。全自动战人。哦，我都不穿，刚刚都讲我为什么不穿血魔法了，你又没在听。哦，又没在听，没在听。哦，笑，反正我刚旁边僵尸也，没在听，僵尸都讲了，僵尸都知道你们啊，一二两，僵尸都气了，僵尸都气了，僵尸都知道，为什么会有回音？回音过去。回音过去，我的飞镖在这里。这押韵吗？我的飞镖在这里，飞不过去，我进不去，也掉下去了，下水，下回，再卡，下回，再逃，再卡，弹掉，还这个弹掉。哦，啊，我的建筑棒棒没带过来。啊，对不起，那个仪式旋律，你再说一次。那宝绿宝石跟装备武器上都是加50%。对啊，啊，但是我现在有了不回了，我要耐久加50%要干嘛？对啊，明明就是血魔法还没研究到真正强的阶段，不是强的阶段，是这个伺服器坏，这个伺服器怪怪的。不是，是血魔法装备，血魔法装备已经不像一代这么强了，二代魔法没有那么好用了。二代被改弱了。哦，我以为是。那个啊，雨渊他那个错误已经有 debug 了。嗯，已经被弱化了。玩刮刮乐吗？没有，欸，我不喜欢。我不喜欢没赌到的感觉。没赌到的感觉。我不喜欢刮刮乐没刮到的感觉。刚刚往